大家好，我是信华科技资深部经理周成威。那信华科技是一个IC Design House， 我们是 Fabulous 的 IC Design House。 那我们有蛮多个产品线，其中的产品线是360的 IC。 那这 IC 可以做到就是把多个镜头的画面透过我们晶片做拼接，变成一个完整的360度，然后再做后端的应用。那所以说我们今天有展出的有包含了我们两台的相机，一台是这一台，它是看中间85度的画面，那另外一台是这台，它是我们叫做全天球，它就等于是北半球、南半球、北极、南极就全部都照得到的。那我们的360系统跟传统一般坊间的360相机有几个比较大的不同，一个是说它是即时拼接，它不需要拍完之后后置再用电脑来拼接，它即时出来就是拼好的。那另外一个是它可以长时间使用，这个是我们网页相机网页里面的一个界面，可以去设定各种包含 B-ray 啊等等的。那这个是一个360度画面，我们可以在里面选择4个不同的区域去做呈现。那这个就是呈现出来的结果，我除了360度的画面之外，我还另外出了4流不同的串流，那可以供我们的客户去做选择。比如说有的客户想要把它放在路口，那它就除了360画面之外，还可以 focus 在十字路口的不同的路口，都可以自由的透过我们的界面去做操控，去做选择。比如说像我把这个移下来，那它就这边就看到它就直接画面就跟着移动了。好，那我们这边可以看到我们的360相机，它的特色就是它的安装是可以透过一个1/4孔的螺丝直接就可以安装，所以基本上支援市面上的所有标准的脚架等等的。那另外如果你不要底壳，你可以用自己去开发设计，我们也有给你底座的图，包含螺丝的锁孔方位都可以自行设计。另外呢，我们相机是透过这个RJ45 的网路线，包含资料传输以及通电，就 POW 也是走这个，所以 POW 我们是走 POE。那网路通电也是透过网路线，所以就只有一条，是不会有额外的电源线。我们为了客户的快速落地，我们也去做了一些不同的package， 比如说像这个里面是有相机，然后有POE 供电之外呢，还有一台小的 PC， 然后一整包就可以直接让客户落地使用。或是像这一台的话，它下面是有电池的，然后这边是电源开关，然后这个是4G router 或5G router 都可以，然后这个是它的天线，那相机摆在上面，那我如果要去一个工地或什么，我只要点一下之后它就通电了之后呢，上面的 LED 灯会亮，那它就是直接可以透过4G router 去直播出去，那我们的长官就可以在办公室用手机直接看到现场360画面，对，大家就可以直接很方便的携带式的带着走，它可以很方便的带着走这样。所以总结来说，360相机目前我们应用在智慧工厂跟智慧城市，其实都已经有很多落地的案子。那这个也是刚刚提到的 AI 公司 Linker Vision 的应用，它就在马路上，它放在一个车子上面去做即时的侦测。那这个上面呢，则是我们现在现场即时画面，可以看到我就在画面里面做讲解。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巡检系统，上面有时间，然后这边可以接收 AI 的资料，然后都可以及时做合并的呈现，那都是现场实时的画面。这是我们办公室新竹的阳台，那它其实我们已经摆在这边摆了半年多了，它就是等于24小时365天在这边及时的观看360度。那360的应用是非常广的，那我们是相机的原厂，所以说我们就会提供这些系统整合商所有需要的资源，然后包含软体，让这些系统整合商去帮我们相机做落地应用在百工百业各种不同的场景。这个是鸿海的集团里面的一家叫鸿百，它的工厂有采用我们的360帮它去做智慧巡检、智慧参访等等的各种营运管理系统。那它也在今年得到世界经济论坛的灯塔工厂的认证，其他像是中华金测，或者是像MSI， 那或者像细格
细格科技等等的，有蛮多的工厂都有采用我们的360度。那像富士康集团的话，它的深圳的龙华厂以及它的越南厂也都有使用我们的360度的相机在里面去做工厂管理系统。那这个呢，则是我们跟一个我们 AI 合作伙伴叫 Linker Vision 的现场展现360实时的 AI 侦测的结果。好，那这边其实是我们360相机这整个 ecosystem 会需要很多的合作伙伴，比如说像研华跟华勤，这就是 IPC 的厂商，比如说像铁云 Linker Vision 就是我们 AI 的合作伙伴，或是像Network Optics NX， 那他们就是做 VMS 相机管理系统的。那其他像是捷创、友利康、超恩、斯奈德、联策等等的这些蒙利等等的这些我们的合作伙伴，其实就是系统整合商，他可以协助我们把360相机去做各式各样的落地。好，以上就是信华科技在这次 Computex 介绍的360这个产品线。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欢迎上我们Cupola 360的官网，那里面上面有各式各样的应用案例以及我们的联络方法，都欢迎跟我们联络。谢谢大家。